接下来是公布阵营的时刻，首先请觉得是同一阵营的玩家坐到一起。来吧，火树。哎，我坐那边去。我过来。哎，我过来。我跟你是一个阵营的。来，九州你。一开，咱俩一开始的选择没错，抱在一起了，抱在一起了。虽然最后投了你。我们是一队的吗？我们是一队吗？是。大家还可以猜测下各自阵营类型。我们是应该是我们，因为我刚才按我的分类法是我们是那个做事儿和说话嘛。那大家的推理是否正确呢？恭喜大家的推理完全正确。我们现在开始公布语言类阵营是齐思君、胡一星、唐九州。动作类阵营是文涛、火树、石凯、邵明明。一开始咱们就仨，就觉得咱们仨一开始就对了。那大家的个人任务和完成情况究竟如何呢？我们开始公布。首先我们公布语言类阵营完成情况。他们三个的任务是啥？齐思君、蒲一星，任务已完成。我们把我们的名字写上。你现在学院啊？对啊。然后只是 number one。 对对，我说这个家不能没有蒲一星。这个家不能没有蒲一星。哇！唐九州任务已完成。唐九州是说什么？唐是引导别人说什么？你看，一个是名字，一个是口号。除了 number one 还有别的吗？是不是看书都是梗？我裂开了！啊，说这个，让别人说我裂开了吗？真的很离谱。兄弟抱一下，说句你心里话。我俩是一组的。我总结，赵明明，穿我的心衣。然后夏明明开始接，邵明明接的是英文版的 ，Dress my new dress， 穿我的新衣 ，Dress my new clothes， 太了，还说不会拿你下手，只能拿你下手呀，有内鬼，停止交易。接下来公布动作类阵营完成情况，文涛任务已完成，煮点热水呗。来，火树任务已完成。哎，他会不会有可能是离开所有人的视线，单独与一个人相处？真的假的？行，火树的任务是在看不见的地方独处。错误，我的任务是。你是跟别人合作还是自己？那你就自己去跑去架就行。但是我不行，我一个人去不是太明显了吗？所以我就一边带着他们走，一边拿脚踩那个钉子，然后让我来告诉你们他在做什么。什么鬼？接下来石凯任务。哦，烧炭。烧炭这是他一来就在干的事情。但这个太像他的设定了。对，太像他的设定。我直接给你们否定。他刚才跑到后面干嘛去了？不知道。你根本不知道能做这事儿。你比如说石凯去钓了个鱼，石凯你帮我贴一下呗。石凯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是个人任务吗？对，你要提起来。那我帮你烤会儿，你去完成。真的真的，我帮你烤会儿。好，那我去完成了。好了，我来了，周周。你做完了？做完了。你干啥去了？完成任务。